他跟我说，这个抹茶有四千卡。我们今天爬一天的楼梯。所以呢？所以很累。不敢吃了这个。四千卡。吃吧吃吧。真的很好吃。你上，你上你吃。左边右边。我们这个这边逛完了，然后准备去那个什么清水花天小路。对，这边人太多了，这边你怎么喝。好了，这个呢是我们吃晚饭的地方，我就录给大家看一看啊。天色已经很晚了，龚学长准备吃饭了。今天是这家烤肉啊，这有他们在做操作间。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